还没有大将打女主过，试试看。来不及，哇，那个下重脚来不及。应该发气的才对。空阵啊，亏！我是这个，哎呀，空阵啊，该亏。八，哇！刚刚那个竟然闪走，可惜，可惜，可惜。哇，确实来了。空阵，
再调整一下。哇，冲的又快！不老林，不老林跟尾巴女主哦，哎，哇，他这个是这么远，哎，还好有确认到气条，没有顺序应该，真的还差一个合手的，我以为他是要原地跳，被那个吓到。一些两千万俱乐部大神中，是不是？不知道被发现，太可怕了。我们一千多万。Round one,哇，敲得好！哇，这个漂亮！哇，这什么东西？哇，这个帅！为什么不练草地？大家都草真龙。哎呀，我对内战没信心。帅啊，刚刚那个。虾米米啊，第二下怎么没中？哎，侵权也不行。
五。应该也是针头赛战。二发就选择多了，师娘将军。七相信还是稍微不合，红丸昨天打稳一点，少用那个反转手，打起来也是蛮难打，光靠拳脚在那边也是还不错。头七、稍微啦，大概稍不利而已。没有啊，如果我草没打赢，哈迪兰也难打那个、啊。将军也不太好打。珍妮就还要啊，熟练小蜜蜂的东西。
车没注意到气，啊，可惜，啊，没注意到气，还好够痛。首发就真的是 K 草，真的是不错啦，练得起来的话。N 的 KM 零的 UN 打法呢，前前后后。但是他就是找破绽厉害啊！
Walk back to match point. Final round. Ready? Go! You're dead. You're dead.哇！我不能按，原来会按输。嗯。东西可以找地方放啊。清泉挡完按中全输，嗯，下重脚输，哇哈哈！下重脚被清泉戳的。
他克隆好强。好会跑。真的。
刚刚那个打被落阵吓死人，而且刚刚没有接最痛的，刚刚没有接最痛的，哎呀，刚刚没有接最痛的，熟练度不够。我去，他的 K 压力小一点。第三下怎么刚刚那个，再调整一下。哎呀，操！怎么是这个？啊，快快快快！哇，漂亮！哦，这漂亮，清泉清泉，嗯，这粉最漂亮。抢招！你抢招！抢招！
哎呀，人家打个折，不要死！应该百合折，哎呀！前冲！这个还输了。我布了一百局就这黏糊糊。
哎呀，他们 K 可惜。也是打跳，不是小跳。走！哇！你不走！真的很大胆哎、欸！你不走！啊，猜错猜错，我以为他要走。大胆大胆！我以为他滚了。竟然心脏这么大，那个这一摸就破防了呢。